现在尊敬的卢军宏台长将为我们当场看图腾解答问题，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恭请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下面台长给大家看图腾啊。好，开始吧，开始吧。卢军宏师傅你好。啊，我是1963年2月7号。1963年2月7号属什么呢？属兔的。啊，63年属兔的，是你自己是吧？是。你想问什么？你告诉我。我心脏和那个气管不太好。啊，我告诉你啊，心脏现在看见你有早搏现象，你的血流啊比较快，应该台长看到你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小黑气，你明白了吗？啊，你不单单心脏有点问题，台长看见了，还有你这个腰。这个地方啊也不是太好，你告诉大家对不对？对，谢谢。好吧，那个我跟我老公的感情。对，我老公是1959年12月3号的，属猪的。你呢？我属兔。你是兔，他是猪。我看看啊，我告诉你啊，你对他要求太严格了，明白了吗？他有点怕你的。谢谢。鼓掌。啊，你们不鼓掌，我不看了。明白了吗？身上有没有？你对他稍微放松一点，好不好？好的。我在修，谢谢。哎，我告诉你，你会越修越好的，好吧？好，那我要念多少小房子？你呀、啊，你现在我告诉你啊，身上这些孽障啊，你先念21张小房子，好吗？我告诉你，人是一个挺好的人，良心很好，但是呢，台长讲话，你实事求是告诉大家，你的嘴不是太好。是。鼓掌。明白了吗？啊，还有要注意啊，你曾经妇科也不是太好，明白了吗？打过一个孩子。打掉一个孩子，打掉个孩子，你知道在谁身上吗？在你腰上。所以台长第一句话就说你的腰不好，明白了吗？你的腰这里经常时间长了不好的话，会慢慢的这个肾啊，左肾这个地方啊，会长一个东西。但是呢，没有关系，现在看了很不明显，淡淡的。我念过小房子，可能还没有。就没有激活，妈好，好不好？好的，谢谢啊。好，谢谢师傅。那个，我提个建议啊，那个摄影师啊，你的灯光照的特别亮，他们会感觉有点怕吧？会紧张一点，不自然。好好。师傅您好。你好。我是51年的兔。我颈椎和膝关节和腰关节都不好。请问我这是灵性还是孽障？你现在想问问是孽障还是灵性是吧？啊，51年属兔子的是吧？对。哇，我告诉你啊，你这人脾气比较倔。对。那这种多好啊。第二，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帮助人家很多，明白了吗？但是呢，人家不一定对你好，人家还要讲你不好，你欠人家的，明白了吗？还有呢？我的还有高血压没有？高血压，我看看啊。那我告诉你啊，你不单单有高血压问题，你这个气啊，气管这个地方啊，气急，而且这个地方经常咽喉发炎。慢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听见没有啊？你以
后来这个台长讲好之后，你就大声回答。你说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你要念多少张小房子？我看看啊。那一共48张。48张。好吧。还有啊，你家的风水不是太好啊。台长从你的气场感应到家，你的家的风水不大好。你家是住在高层的，就是高楼。明白了吗？我就讲给你听，你现在要注意气场，走进家门的左面是什么？弄得不干净。啊。进大门的左面。进大门的左面，入户门是吧？对。厨房。厨房。厨房边上有个杂物箱嘛，堆杂物的。啊，冰箱。再出去一点点。再往前一点点，厨房前面一点点，你放点放，我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地方气场不好。有鞋柜吗？右手边是一个鞋柜。左边呢？左边。左边一进门是一个冰柜，冰柜里边是厨房。哦，冰柜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放？冰柜。就雪柜是吧？你怎么放的太靠大门了，不好。对，就是挨着门一进门。哎，看见了吗？你把嘴巴靠近一点。我做过一个人的，我不知道这个孩子走没走。我看看啊，几几年属什么的？我51年属兔的。啊，你念过小房子了？啊，念过。已经走掉了。走掉了。哎，没了。看看69年的鸡，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呢？69年属鸡的，男的女的？女的。女的是吧？啊。69年属鸡的女的。是谁啊？是我的妹妹。啊，啊，蛮苦的，啊，很辛苦啊，啊，靠不到人家的。是，挺累的。没关系，告诉你，身上也有灵性，他也打过胎。啊，对，打过。他得念多少张小房子啊？他问题不大，念24张就可以了。啊，好吧。好，那我这个图腾是，我这兔是什么颜色的呀？你的兔是什么颜色的？啊，就是几几年的兔啊？51年的兔。啊，偏深一点点。偏深。你颜色不要穿得太深。啊。好不好？你这个兔子啊，哎，跑起来蛮快的，前面在跑，后面两个腿啊不动的，所以你就是想做很多事情，但是都不顺利。啊，明白了。我这膝关节医院让我做手术，您看我有必要做吗？这手术？膝关节是吧？啊。兔子的膝关节，我看看啊。哦，靠近膝关节的下端。啊。下端。啊，对。嗯。哎呀，你有没有弟弟哥哥？你妈妈打过胎吗？我妈妈应该打过。一个弟弟一个哥哥在你的腿上。啊，就是我妈妈打胎的孩子。啊。啊。你现实当中有没有妈妈，有没有弟弟跟哥哥过世的？没有。啊，没有，就是你妈妈打胎的孩子。啊。在你膝盖骨上。啊。啊，你是左膝盖骨更厉害一点。对，就是左膝盖。鼓掌。大家都当朋友一样，对不对啊？很开心跟大家。大家都跟台长在一起，开心不开心啊？开心不下次再来，不开心不来了。交朋友的事情。那我这个是不是还得要加小房子啊？啊，我这个还得要念小房子，还得加多少张？你呀，啊，小这个小房子你要念18张，可以把它抄走。啊，好吧。好，谢谢台长。好，再见。我们再见，还没走呢。你好。哎，台长您好。你好。那个我是1968年属鸡的，然后请台长帮我看看那个脊柱、臀部、腰部还有腿，就是整个后边。1981年的。81年属鸡的。哇，哇，这个鸡很漂亮啊！年轻的时候啊，可能会跳舞啊。
你学过什么音乐啊艺术吗小时候？我喜欢但是没有正式的学过。跳过没有？没有。没有音乐学过没有啊？音乐自己倒是比较喜欢的，就经常唱。唱歌啊，我告诉你啊，你很可惜啊，我看见这个机在里面一直在跳啊，你如果跳舞的话一定会很好的。是啊，所以你早点认识台长，说不定现在是舞蹈家杨清华。你早点认识我，那你以后生孩子的话早点叫台长看。已经生完了。生完了吗？培养呀。好不好啊？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人个性像男孩子，脾气很倔，话很多，人很善良，啊，对人家好的时候掏心掏肺，对人家不好的时候把人家骂得一塌糊涂。明白了吗？是台长。啊。啊，是。是，人家鼓完掌了，你说是？要在鼓掌之前说是。好。我帮你看啊，现在帮你看啊，你刚才说哪几个地方？我帮你看仔细点。就是臀部比较严重，它在萎缩，然后腰部、背部、脊柱，还有肩部、腿部都有。你背部上有一个年纪比较偏大的人。你小时候有没有爷爷呀、外婆啊什么领过你没有？没有，我爷爷根本跟没有。那么你有没有一个很喜欢你的人，年纪大的一个老伯伯，过世的有没有？老伯伯。老伯伯，男的。老伯伯。想一想。暂时还想不起来。啊，在你的背上。哦。明白了吗？你现在帮他要念21张小房子。嗯嗯。好吧。是。我告诉你，个子蛮高的。在你的背部上，它主要在你什么位置你知道吧？它两个腿啊，跨在你这个腰上，所以你的腰会下垂，腰椎会很痛，两个手呢它搭着你的肩膀，所以你的颈椎一定不好。哦，是这样。那台长，那会不会是我父亲呢？哦，你看这个人真是的，讲话都这么省略。我说一个年纪大的吗？男的吗？我又不知道是你爸爸你爷爷了，因为我看到一个男的在这，是他的爸爸，鼓掌啊，好不好？那您看我魂魄全不全啊？就是说有流线是不是一定魂魄不全呢？魂魄还可以。还可以。你要当心啊，姑娘，你结婚了没有啊？结婚了。但是你先生在不在啊？在啊。他在了。在不在？就是说，很简单，你这个人比较惹人喜欢，经常会有人喜欢你，但是呢，你不理人家，对不对啊？不是。鼓掌啊！不能多讲，不能多讲。看看我这只鸡是什么颜色的？我看看啊。哎。穿的鲜艳一点，很漂亮，白底，红的是在上面的，底子是白的，明白了吗？很好的，没有关系，你放心，你人很好，很有人缘，你先生也会对你很好。明白吗？你就是一个身体不好，赶快把它超度，因为你这个病有很长时间。对，有5-6年了，台长。他一直在吃。明白了吗？是台长，那看来还是跟我爸去世那天有关系。我爸去世那一天，然后拿个包，然后就闪了一下腰。哎呀！就是当天的事情。哎呀！好，我告诉你啊，你爸爸现在来了，我讲给你听他的样子啊。我告诉你，你跟他长得非常像，这脸型不像，但是眼睛鼻子这个地方特别像，对不对啊？是的，是的，是的。哎呦，吓死人了，他谁不？
好啦，小姑娘还要问下去啊？台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有想去美国的这个想法，我就想问一下，是在中国发展还是去美国发展？如果去美国的话，什么时候去？你现在在中国是吧？对。想去美国？嗯。你去得成啊？你能去的？可以的。你那里有一个朋友。一直鼓动你去，告诉大家对不对啊？是的，是的，是我老公的姐姐。什么都看。你们想知道台长看见什么吗？想知道。他所击的边上有一个动物一直围着他在转，这就是肯定要他去的。因为我只要打上去说他美国能不能去，这个鸡在跳，然后边上有个小动物围着他转。哎，明白了吗？是。那台长，我什么时候去比较好呢？哟，这个也要问的，买张机票不就去了？您不是说地震吗？是不是比较担心啊？你想什么时候去啊？我想这个公历10月份，我是这么想的。跟台长看的一点不错。8月份。八月份。啊，八月份去特别好。哦，是这样。好吧。阴历的8月份是吧，台长？什么？阴历的8月份哈。他应该帮我凑起来说，阴历的8月份，那么就是他喜欢去的阳历的10月份。你爱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这人怎么不听我话呢？好了，下去。谢谢台长。你好，台长你好，我叫张新红。哎，不要报名字啊，台长。看活人不说名字、okay. 就是出生年月啊，出生的年和属什么？1972年1月29号出生。72年1月29号属什么？属猪。想问一下台长啊，最近的工作运程。我告诉你啊，首先你的工作运程不好，阻碍很多。你是个好人，到处有人嫉妒你，明白吗？你曾经换过工作，告诉大家对不对啊？对。请问台长，我适合出国访干吗？什么？出国出国是吧？那小弟，台长告诉你啊，你气量要大一点。你啊，这个人啊，就是 very sensitive， 就是比较敏感。就说你什么事情都放开一点，不要太敏感，你听得懂吗？明白。哎，你不敏感的话，你会很好的。你女朋友有一个女朋友吹掉，就是因为你太敏感。告诉大家对不对呀、啊？不对，不讲了你。啊，女朋友，现在有一个在下面。好了，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如果想出国，你大概告诉我方向，我帮你看一下。文莱。可以去，谢谢。嗯，来，请问一下，卢台长，我的身体健康？那小弟啊，年纪轻轻，现在胃不好，肠胃不好，明白吗？明白。啊，他们马来西亚的华侨，明白的就是 yes。啊，明白吗？明白。啊，然后呢，第二个小弟告诉你，你的腰不好。你的腰曾经，我刚刚看你这个图腾，你这个腰地方有一块小东西，好像像你扭伤过过去。应该是。应该是。我教你一句国语好吧？对。Okay. 你想要台长多给你讲两句，你就说对。Okay, 对。啊。好了。还有，自己感情一定要当心啊。对人家好一点，好吗？你人挺好的，你好好念经。我希望你念一点心经，你会脑子变得越来越聪明。念点准提神咒，你的事业会很顺利，好不好？好。好。
长好。啊，我想问一下。过来，过来，过来，看。我想问一下，66年的马男的，他的那个健康情况，还有需要多少张小房子？66年属马的是吧？对，男的。你想问他什么？健康。那首先告诉你，66年属马的健康有两个地方。第一，这个咽喉部位到这个肺这个地方，肠胃这个地方这一段有黑气，就是抽烟，听见吗？比 X 光还要严重啊！ X 光你们还要排队了啊！明白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颈椎脖子这个地方有不好，明白吗？还有第三个，他以后晚年会生前列腺炎，因为他现在小便经常尿频尿急，明白吗？啊，就是这样。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那现在目前不多，你先给他念8张，好不好？你叫他能不能多念一点大悲咒，好不好？每天能够念个3遍到7遍。我替他念去。可以，效果差一点，自己念经最好，个人吃饭个人跑，对不对啊？他肚子饿了，老公我来替你吃饭吧，吃完了之后老公你饱吗？老公肯定说饱了，那是吃饱了，我是吃饱的，大姑娘。哇，你们这么好，台长今天一直说下去不走了。他现在不信台长法门，我现在给他念什么？每天给他念7遍心经，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老公某某某能够相信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每天念7遍心经，时间长了他一定会相信。再不行的话，给他做一个叫劝导声闻，明白了吗？你待会到门口去问他们，他们都有纸的，好不好？用不着烧的，名字写上去放在佛台前给他念经，时间长了一定会相信你，好不好？谢谢台长。好，谢谢你。你好。我是39年的兔子。三九年的兔子。啊，你想问什么，老妈妈？我想问一下我的肝上的囊肿，我那个肾上有囊肿，情况怎么样？完了以后的话，需要多少张小？啊，老妈妈告诉你啊，你现在肝上这个囊肿啊还可以，现在没有扩大。台长看呢，这个肝上囊肿呢就这么一丁点，明白了吗？明白。啊，你过去查出来过的，医生呢应该叫你动手术。对，鼓掌。然后这个肝上的囊肿现在没有变大，台长劝你先不要动手术。你如果照台长说，你每天能够念49遍大悲咒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囊肿绝对不会让它长大。但是你必须不能吃活的海鲜。是的，你已经不吃了，不吃活的海鲜。然后呢，你要放生，好不好？放生的了，再许个愿。我告诉你，这个不会治你致命的病，你致命的病是你的心脏。你的现在虽然没有心脏病，但是台长看这个图腾，经常胸闷气急，心脏不舒服， 对不对啊？对。老妈妈回答的响亮，台长再给你看下去。再看一下我的肾脏。有这么多毛病。右肾也有囊肿。是属什么？再讲一遍。39年的兔子。啊，老妈妈肾脏有点麻烦了，已经影响你的泌尿系统了，听得懂吗？听懂了。你小便不好啊。
看到了看到了，右上囊肿是有一个女的跟你长得很像，年纪也差不多，你有没有姐姐妹妹过世的？有姐姐。明白了吗？好妈妈，我告诉你，台长帮你看出来就能救你，好不好？好。他要求不高，你全部给他念完78张小房子，好不好？好的。好了，假的呀，真的一直问下去了。那是在肾脏上面是78张，还有那个肝上的呢？什么？肝上。你刚才说的是肾上的，就是你这个姐姐肝上的话，你念小房子再加24张，这是一般的把它灵性去除。你呢，过去呢，台长看了，刚刚看你这个图腾呢，好像过去有过杀业，小杀业，比方说杀过鸡啊，杀过鱼啊，什么都杀得太多了。非常正确，我杀过鸡。台长停不下来，好不好？好了，妈妈可以了。我现在还想问一下，我念的是礼佛大忏悔文3遍，心经7遍，还有那个总提神咒是21遍，大悲咒是27遍，现在还需要调整不调整的，需要再老妈妈，你大悲咒要念21遍。现在念几遍啊？27遍。好，可以。心经呢？心经7遍。啊，多一点，念11遍。好不好？准提神咒念49遍。好吧，你给自己延延寿，念一个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每天给自己念49遍。好不好？你再加上放生，你看看，我告诉你，台长包你活，没问题，好不好？好了，老妈妈下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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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可以了，混得很长了，给人家这么多人了，老妈妈好吧，给这么多人了啊啊，谢谢谢谢老妈妈，好，大家们鼓个掌，谢谢他下去了。那个让台长说一句话啊，我们今天两边的很多的今天来的那种信众啊，和我马来西亚的朋友，他们在边上，他们直接看不到台长，但是他们也坐在边上，那对他们这么一起来听台长这法门，我觉得我们坐在当中人鼓鼓掌，要谢谢他们，他们让给你们位置。好，你们请说。我是1961年出生，属牛，我的健康状况不大好，所以希望台长帮我看一下。好，1961年属牛的，你是腰椎间盘是吧？我是消化系统。好，消化系统啊，61年属牛的，那我现在告诉你啊，你的胃啊有点下垂，你听得懂吗？对。你的胃下垂，而且呢，你的小肚皮、小腹这里也不好，小腹啊，经常会疼痛，而且呢，这个小腹这个地方影响你正常的便秘，就是大便呢也不是太好。是。看出来你这个图腾，从胸部这里一直到大腿关节都有点黑气。你能不能自己啊？能不能保保暖？因为我觉得你晚上睡觉啊有点贪凉，所以你的关节也不大好，有酸痛，对不对啊？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就是不一样啊，很懂礼貌，很文明。是。讲响一点呐，台长喜欢讲响的。我应该念什么经呢？好。你应该念什么经？你应该念大悲咒。你能不能念7遍大悲咒，7遍心经啊？每一天。对，我告诉你啊，你告诉我，你有几个孩子啊？我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是吧？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身上有孩子，
你虽然没生过孩子，但是你打掉孩子，告诉大家对不对？是。好了，还有心境啊，当心啊，还有啊，我告诉你啊，你的感情运不好，感情运不好，就是以后要开朗一点，想开一点，不要想得太多，想得太多有时候会很难过，听得懂吗？因为你从小这个家庭啊，就让你很就是很累了，就是很不舒服了，就是你从小生长的环境让你一直有点忧郁，你听得懂吗？知道。啊，以后会好的。念心经27遍，台长高兴，好不好？谢谢。好。请问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念多少张小房子？我看啊，这个能念17张就可以了。17张。好吗？慢慢念，一定要坚持啊。好不好？好，谢谢。好。下面呢？很快啊，干什么去？抓紧时间啊！感恩台长为我们看图腾，请持有以下号码的同修到台前准备。我们第二组号码是207 207 222 222 888 888 2988 2988 2405 2405 85 85 16 16 942 942 2122 2123 423，让我们用掌声感谢慈悲的卢军宏台长。台长你好。你好，我是1966年属马的。1966年属马的，你想看什么？你告诉我。想看我的生意。生意是吧？我告诉你，你的生意前几年还不错，现在走下坡路，因为这匹马现在走路是往坡下走，对不对？生意不如以前，明白吗？明白。啊，他们都说明白。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人人很好，但是呢太直，你讲话经常得罪人，明白了吗？哎，我看这个马头低着走的，就是不管人家的，就知道自己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要很多的生意会被你弄掉，你要稍微慢一点，有的时候要左看看右看看啊，就是看清方向再做生意，听得懂吗？听得懂。啊，那么想生意好，还想教你一个经文，好不好？啊，经文，那么念准提神咒。准提神咒这个经文是心想事成的，每天如果能够念上49遍，但是呢，准提神咒呢必须要有大悲咒做基础。如果你不念大悲咒，念准提神咒效果就不好。如果你念了大悲咒，一天3遍或者7遍，那么再念准提神咒就很灵的。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好。还有，我想问一下，我有买块地啊，我想起场，我看觉得适合吗？啊，他买了一个块地做生意的，他买了一个块地做生意，想台上看看是不是能够适合买。哎呀，今天没办法了，只能给他看了。你说过去台长在广播里面，如果不信佛不念经的人不看的了，他今天都看了啊。好，告诉你，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快递啊，你肯定会买的。我已经买了。看见吗？台长准不准呢？我说他肯定会买了，他说我已经买了。台长刚刚还想讲的啊，你或者 deposit 就是定金已经付掉了，你看他就买了。你是不是付了定金了？还没完全买下来？付了定金，所以买了。看见了吗？好，买了不就买了，好不好？好好做，你这个人做 delivery 是可以的，做送货什么送邮包是可以的，没问题，你能赚点钱的。你呢就是要当心，你会有桃花劫。
你别看你这个样子有人喜欢，笑着不要这么笑容可掬好吗？开心就不对了。还有我想问我的健康问题。好，健康，那现在跟你说啊，首先以后海鲜少吃可以吗？可以。不要吃活的海鲜。可以。好，第二我告诉你，你的血压有点高，明白吗？明白。第三，你的心脏这个地方血液走势不对，为什么呢？比较快，血流量比较快，所以你这个人容易激动，而且容易发脾气，对不对？对。好了，还有我想问，1970年呢，属狗的。1970年属狗的，我看看啊，1970年属狗的，男的女的？女的。你想问他什么？告诉我吧。想问他的健康吗？我告诉你啊，这个女的蛮能干的，嘴巴也很能干，明白了吗？明白。而且这个人跟你关系不一般。我太太。明白了吗？而且你太太管着你呢，对不对啊？对。啊，我们一向是坦白从严，抗拒正严。好。他的健康怎么样？他的健康主要是两个地方要注意啊。第一个是颈椎脖子这个地方，还有肠胃不好，肚子闹肚子，肚子老不好，明白吗？还有腰不好。啊，你这个太太，我告诉你啊，她流过，身上有一个小孩子，可能她打过胎或者流过产，对不对？可能是。好了，这要叫她当心。你如果叫你太太每天念7遍心经、7遍大悲咒，还要念消灾吉祥神咒，每天念21遍，你看看一个月之后，你太太会不会有改善？台长，我告诉你，我渡人的话我不跟你们讲空话，我叫你们念经之后晚上全部能自己做梦做到。如果你们给爸爸妈妈超度的话，爸爸妈妈会到你们梦里来的；如果你们给孩子超度，孩子会到你们梦里来的，好不好？啊，台长，我要问你，1964年属龙的。啊，几个了？三个了。两个够了。太太，你给他念啊、念17章吧，好吧，门口都是免费拿的小房子，多拿点回去，好好念念啊。谢谢。好，谢谢你。他挺好，他挺好。太太你好。你好。哎，我是属马的，66年，我看甲状腺。66年属马的是吧？对对。66年属马的，看看甲状腺。很大。那靠这个部位往下的头脖子这个地方，就是靠颈椎，就是这个地方，明白吗？啊，先念什么经呢？我看看啊，生病有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身体上，对不对啊？另外还有一个是灵界，就是灵性。有的病呢是身体又不好，灵性又在身上，所以像你这种情况用不着讲的，明白了吗？现在我告诉你是灵界，明白吗？先到什么张小房子啊？属什么？再讲一遍。66年属马的。啊，你当心啊，你不但这个地方不好，你喉咙啊，咽喉这个地方也不好，经常咳嗽干，对不对啊？那个你的睡眠不好，睡眠不好经常就是睡眠不好，内分泌失调，是不是？对对对，很准很准。好不好？谢谢。好。
多少张小房子啊？八张就可以了。你人挺好的，但是你晚年呢比较孤独，你现在如果每天能够念21遍心经的话，你看看你还会不会孤独。我告诉你，很多人很难理解你，实际上你人很好，但是很多人不理解你，听得懂吗？对不对啊？对对对。好，郭大强你好。你好。我是九年属猴的。几年属猴的？1992年。92年属猴的。啊，您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功课吗？好，你说吧。我现在送每天送7遍心经，7遍大悲咒，5遍礼佛大忏悔文。嗯，你能不能念2遍礼佛大忏悔文呢？好，3遍都行。好，你能不能大悲咒多念一点呢？可以。啊？可以。大悲咒念的不够。能量不够，阴气太重，晚上睡觉整天做梦。嗯，是。明白了。您能帮我看一下那个我家的佛台好不好吗？你家的佛台是吧？对。你属什么？属猴的，92年的。嗯，佛台还不错，那个小了点，佛台小了一点，但是呢气场还不错，有菩萨来过。对对对，那个结过2次莲花流的。然后那个，但是我经常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听见我们家老是有那个声音，能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辅助吗？声音啊，你家声音是不是靠近走道这个地方啊？啊，对，有一个柜子老是响。怎么忍啊？好了，这个是一个灵性，我也不想讲给你听，我如果讲给你听，你会怕的，明白了吗？你不知道最好，就念小房子把它超度掉。要多少张啊？啊，这个要的多一点，你要给他念21章，也是你家的过世的一个人，经常回到你家里来看你们家里人，听得懂吗？我有一次还听见声音了呢。啊，听见声音，你感觉他跟你讲话吗？没有，就是他发出的声音，一个女的。一个女的发出，自己想想看有没有过世的外婆啊？奶奶，是不是小时候挺喜欢你的？鼓掌。好了，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身上的灵性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吗？你现在身上的灵性13张就可以了。好吧，小姑娘，把你的头发从你的额头上拿掉一点。这个天庭很重要，天庭要亮出来。一个人脑子前面头发都遮住了，这个人运气就不好，因为这个天庭要饱满，地角方圆，所以天头发遮住的人都是很不 lucky 的，就是不是很幸运的，明白了吗？好了，您能看我声音成功了吗？名字的声每一个都问这么多。谢谢您。你声纹改名字是吧？对。现在叫什么名字啊？现在叫狄明月，原来还是什么姓什么？狄，狄仁杰的狄。狄，反卷旁一个火。啊，狄。对。哦，反圈旁一个火，叫狄什么？狄明月，明天的明，月亮的月。狄明月。对。啊，声纹成功上去了。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谢谢。姓别的很少的。你好。不，你好。你能帮我看一下我给我婆婆的两个打胎的孩子超度了，看看走了没走？给你婆婆的两个打胎的孩子你超度了，看看走了没走？婆婆是46年的狗。46年属狗的，我看看啊。46年属狗的，啊，等等，那一个走掉了，还有一个在你婆婆，在你婆婆的喉咙和胸部这个地方，两个小灵性抓住她脖子，所以你婆婆这里喉咽喉这个地方肯定和胸部这里不舒服的。
气闷胸胸这里。啊，对对对对对对。还需要几张？还需要几张？啊，再给他八张就可以了。哦，好的好的。好吧。好的好的。还有我帮我妈妈的一个打胎的小孩也超度的，刚才走了没走？我妈妈是属猴的。你妈妈属猴的，打胎的孩子走了没走？14年属猴的，你妈妈。好，走掉了。哦，太好了。怎么还问下去啦？问两个啦，赶快呀，说什么？那个我也超度我外公外婆了，看看他们在哪里。一个叫于炳灿。哎，不用问，就问一个吧，外公外婆问一个吧。好的，那就问外婆吧，张翠娥。张翠娥。娥就是女字边旁的娥，是吧？对对对。翠就是翠花的翠啊。对对对。张翠娥，什么时候死的？好了，不要讲了，看见了。啊。啊，你给他念了几张啊？40几张啊？30几张。30几张啊？嗯。啊，阿修罗道。哦，好的好的，谢谢台长，谢谢台长。台长你好。你好。是52年属龙的。是你自己是吧？对。好，我看看啊，台长先找到啊。好，找到了。你现在告诉我你想问什么？问我的身体。你的腰不好，腰听得懂吗？啊。第二，我告诉你，你的肠胃不好，对不对啊？对对。我告诉你，我现在看你这个肠胃这个地方啊，好像有一段小黑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动过手术没有。没有。如果没动过手术你要当心了，肠胃里面有东西，如果是动过手术这可能是个小伤疤，明白吗？现在这个小的地方是在你右下腹下面右面啊，经常会有点疼痛，对不对？对对。脚痛了，现在要垫在哪里？啊，你的脚，我告诉你，你的脚关节不好。关节。脚的关节，靠下面的地方，是右脚，右脚痛得厉害。对对对。嗯。好。啊，有一个男的在你的脚下。对。一个男的，你也对啊。你看得见的？我说一个男的在他腿上，他说对。哎呀，又出来个李台长。好吧，我告诉你，给他念小房子好吗？我不会念。你待会到门口去，他们挂牌子的咨询员，你问他们，他们会教你的，好不好？台长，烦恼我一个儿子。啊，你的儿子不听话，你告诉我属什么的？属羊的，79年的。啊，看到了看到了，好了，我告诉你啊，讨债鬼啊。那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烦了我。你每天给他念姐姐咒，念49遍姐姐咒。再给你儿子每天念7遍心经，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儿子某某某能够开智慧，会讲吗？对。好，你就这么每天给他念，台长叫你3个月之后，你儿子就越变越好。但是你要记住，你不要让他老吃活的东西。他不听话哦。他不听话，你念念他就听话了。你现在跟他化解冤结。你能不能到时候要记住，你们秘书处帮他记一下，每天叫他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我念。当然你念了，他念，他不听话他会念的。真聪明，我念的。我两个都想学念。啊。他会念。什么？3个字。什么什么？念佛啊，会不能认字嘞。什么？他说他不太认识那个字。哦，你不太认识字是吧？没关系，你不认
那种 CD 啊，就是那个录音的，你就跟着他慢慢的唱，明白吗？好不好？一定要学会啊！不行的话，你找，待会找这里马来西亚有很多修台长法门的人，今天人家就是付出很多努力，其实很多穿红的义工都是马来西亚的，所以呢，你待会找他们问，他们都会念，叫他们教你，明白吗？教你马来语。啊，讲错了。就是念，就是叫你按照什么语言念都没关系，菩萨听到你的经文，不是你说什么语言，是讲你的信息，因为你念的信息菩萨收到，就像打手机一样。有一个老妈妈，她一辈子念经，她不识字，她就会念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她最后那个字呢，她念错了，叫 Om Mani Padme Nyo，结果他念了一辈子欧米巴欧巴尼巴米牛，还想给他看，人家上天了。请问你是什么龙？好，白龙，蛮好的。你的龙的下面有很漂亮的云，说明你这个人还是蛮幸运的，虽然儿子不孝顺，但是你总体来讲你的一生啊还是不错的。不会吧，我的老公是很骂我的很烦的。还可以啦，你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对你还不错啦。对呀，哪有什么都好的，爸爸妈妈好，老公好，儿子好，哪有啊？现在哪有一个人一帆风顺，什么都好的？开玩笑，否则不要念经了，明白了吗？老公不好，念经给他，好不好？我要念多少张那个小房子？小房子念八张就可以了，好吧？好，谢谢，谢谢。尊敬的卢台长，你好。你好。我想看六六年属蛇的。六六年属蛇的。你想看什么？身上有灵性吗？有。在腰部，你的腰不好。腰部啊。要不要念多少张这里念十二张小房子就可以了。我告诉你啊，你呀、啊、要当心啊。你有很多心结啊，心里有很多的心结啊没打开啊，就是说你过去人家骗过你啊，对你不好了，你都没有忘记，听得懂吗？忘记，必须忘记，好不好？你看台长也给你刚刚一加持，马上笑，忘记他啊，否则你会有点忧郁的，你晚年会有点忧郁啊。那我想看94年属狗的。94年属狗的，男的女的？男的。嗯。想看什么？看那功课，未来吧。就是以后的读书好不好？对不对啊？94年属狗的。嗯，聪明，很聪明，不用功。对。其他还可以。明白吗？他还算孝顺，还听听你话。好啦。再问一下，先生王生，2007年。哎呦，不能问嘞，一个人只能问两个，好吧？嗯。1959年属猪的。男的女的？男的，男的。1959年属猪的男的。哦，哎呀，我告诉你啊，他这个肺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乳房下来，哎，下来一点点，这个地方台长看里面有一点点炎症，而且有点积水。啊，对。台长给大家看完之后出去，你们不要叫卢台长，叫卢医生算了，好不好？叫你讲小凡。啊，肺积水的话，你要叫他每天念21遍大悲咒。我告诉你，只有大悲咒可以让人不生癌症，
他读49年。好，然后放生。我每个礼拜或者初一，每个礼拜放吗？不一定，初一十五。初一十五放就可以了，或者一个月放一次也没关系，但是一定要放生。是初一十五。还有要许个愿，好不好？他本人相信不相信？他自己读的那个经文。太好了。小弟弟，你能帮他读读吗？可以啊。好吧，你孝顺一点，你孝顺了，你以后的孩子也会孝顺你。你不孝顺他们，你以后的孩子也不会孝顺你。他要几张小房子？啊，小房子要。哦，小房子要蛮多的。啊，今天都是87张，87张。身上没有灵性吧？有啊，没有灵性叫你念小房子啊？啊。废话。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能成为台长的弟弟。啊，这个用不到看图的。那个，你想成为台长的弟子，好，你好好努力啊！台长的弟子首先要好好的不做坏事，明白了吗？第二个要有善心。慈悲心，懂得爱护人家的人，对不对呀？要帮助人家的人，这个人，而且呢，要有愿力，就是说，我要一辈子好好念经，我要对爸爸妈妈好，我要自己一辈子要，我要好好的救助人家，我对人家要好，就对你小弟弟是这样。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台长就收你，好不好？我做到。他说他做到。来不谦虚，好，做到了，好孩子，那么可以下去了。谢谢。感恩卢台长为我们看图腾。我们下一组的号码是15501050305032755，让我们用掌声感谢慈悲的卢金红台长。好，您讲吧。台长你好。你好。我是1952年的龙。1952年属龙的。你想问什么？现在讲给我听吧。什么？啊，身体健康。我告诉你啊，你的肠胃当中啊，肠胃当中有这么一小条长的黑的东西，听得懂吗？我刚刚讲过了，你这个肠胃这个地方好像有点紊乱，这个地方有可能你动过手术，肠胃动过没动过啊？阑尾炎割过吗？不是常规啊。哦，那我看到的还是刀疤呀。那看见了吗？他动过手术，看见吗？就这么一个伤口，台长告诉你是这么长，对不对？加强一点，加强一点。对对。好，好。好了，接下去我告诉你，自己要记住，不要太恨，因为你的心啊不是太平，因为你有很多的不开心，你整天不开心，你知道吗？啊，卢台长，所以想问，我一个妹妹是否已经安息主怀，因为她是病毒，走了吗？走了。走了是吧？已经走掉了。你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我帮你看看。啊，陈子王。陈什么？Terry Chen。 Terry Chen， 怎么 Terry 怎么拼的？ T-E-R-Y。 陈子王。陈紫色的紫，华语的华。哦，紫色的紫，陈子华。我看看啊，什么时候死的？什么时候死的？七月七号，美国。好了，你不要讲了，我看见了，在下面，在地府里面，不是太好的。他做过不好的事情，
刚刚你已经讲给我听，明白吗？他死的时候是气喘不过来，听得懂吗？窒息，听得懂吗？听得懂。啊，你刚刚说他是什么？我没听清楚。他说，你刚刚说他有什么不好的？他是吃了十年的斋，他是一个好人。对，但是他后来也吸毒，所以他吸过毒，他的肺这里啊有明显的黑气。没有，他没有吸毒。好，我们不讲他，好不好？我就告诉你，他现在在厦门。我就讲给你听，你这个妹妹现在在厦门，而且这个妹妹跟你长得很像，个子也差不多高。不是，她是基督徒，怎么会在下面呢？那个，我问你啊，我讲给你听好吗？你听我讲啊，比方说，那么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叫 heaven， 对不对啊？天堂有没有 hell？有没有啊？还有我讲啊，对不对啊？我告诉你，有天堂就有地狱，对不对啊？有上天就有地府，很简单的。所以不是说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的，要靠自己修炼的，要靠自己好好学的，明白吗？你只要帮他，如果你今天来了，你帮他好好念经，他照样可以上去，好不好？我告诉你，人是一个好人。我刚刚看见他在下面没有受很多的苦，所以我刚刚在想，为什么他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受很多的苦？可能就是他因为长期吃斋，听得懂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说他吃长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他吃斋的年份不会超过十年。妈妈真的是难搞。好了，好了，可以了，好不好？啊，不要着急啊，你帮他念念看，晚上这样好不好？你是不是很想他？当然。你要不要台长叫他晚上来看你啊？你还不讲了？啊，我告诉你，你记住，你想他，他来的时候那种样子，在下面上来的样子，你是受不了的。你会抽筋的，你会被鬼压身的。所以很多人自己睡觉的时候为什么鬼压身啊？你能听得懂吗？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吗？你如果想看台长，就晚上叫他来看你，你不想看，那么台长就不做工作了。我也休息休息。在美国。好了好了好了，你待会儿问问他们看好吗？啊，要命。温科长你好。你好。我是81年的鸡。我想问一下工作和婚姻。81年属鸡的。那我告诉你啊，工作，你的工作运应该说每一次开头都很好，但是弄弄到后面就不行了，对不对啊？试着讲得响一点，广东话也可以，海螺啊，哒啦。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人的感情运不好，明白吗？啊，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好？你前世，你别看你现在小女孩，好像长得漂漂亮亮的，你前世是个男人，你脾气很倔。明白了吧？做了很多坏事，所以这辈子就让你变成稍微好看一点，因为好看点才有人要。你听得懂吗？要让人家来环抱，他也是要让你做成这个样子。所以你的感情运势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告诉大家对不对？对。他说：“但是要怎么化解？怎么化解？很简单，念九节咒。
给自己多念心经，还要念消灾吉祥神咒。念多少遍？姐姐做每天念21遍，心经念7遍，然后呢，那个礼佛大忏悔文念1遍，还要念消灾吉祥神咒，每天念21遍。大吉祥天女神咒需要念多少？他懂你懂的，他知道。大吉祥天女神咒对感情运会有好处的，可以念。如果你要觉得好念的话，可以念49遍。好不好？那工作方面呢？工作方面你记住，你以后眼睛老实一点，眼睛啊不要乱看，人家老板啊什么东西啊，你眼睛不要乱看，明白了吗？好，我不讲了，不讲了。明白了吗？哎，好了。是55年的羊，他身上的灵性要念多少章？55年属羊的，55年属羊跟他身上的灵性是吧？啊，对。55年属羊的，那这个羊呢，没有什么大病。你妈妈呢，现在人偏胖。你别看你这么瘦啊，你妈妈蛮胖的，吃的蛮多的。她的脚、膝盖，对，脚、膝盖，而且大腿，啊，对，大腿很酸痛，是啊，羊是坐的时间久了，站起来都累，没错没错啊。啊，有个男的在他身上。是吗？啊，是爷爷吗？是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要多少张小房子？你爸爸不在这里吗？我爸爸不在这。不在这里。好，讲给你听一下。爸爸不在这里呢，我讲给你听。有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因为年纪看上去不像很大，有可能你妈妈结婚之前呢，跟这个有一个男朋友，他可能死了。你应该知道有一个跟你妈妈过去很好的，可能你妈妈跟你谈过，有没有？啊，有没就有，没有没就没有。啊，你不知道的话你就算了，你就告诉你妈妈，你妈妈马上就会知道了，好不好？啊，这个人给他念27章，就是在你妈妈坐在你妈妈大腿上，年纪不大，头发花白。脸有点圆圆的，你一告诉你妈妈，你妈妈知道，哦，这原来是我过去的男朋友，好不好？别的还有身上还有别的灵性吗？身上啊，你妈妈是吧？对。哦，你妈妈很能干的，在家里洗洗烧烧啊，什么都会做。是的。啊，而且你妈妈的自己娘家门都有一点档次的。就是投胎啊，投的这个娘家门都蛮好的。哦，是吗？对不对呀？对对。好嘞，不想下去了。爸爸身上。好，再给他问一个。啊。爸爸身上的灵性。哦。那不看。那我问佛台行吗？啊，我家的佛台。啊。啊。观世音菩萨是不是来过呀？你家里的佛台是吧？嗯。来过了。啊，我告诉你，上星期还来过。是是，你怎么知道？那个香打卷。香打卷了，看见吗？哎，我告诉你们，昨天啊，台长到马来西亚住在那个宾馆里面啊，住在那个 hotel 里面啊。我告诉你啊，佛祖都来了，还有太岁菩萨，还有观世音菩萨，还有马来西亚的菩萨都来了。真的谢谢观世音菩萨，想起观世音菩萨就掉眼泪了。观世音菩萨太爱你们众生了，你们如果不好好修心念经，你们对不起观世音菩萨，一定要好好念，大家都有没有信心啊？好，好嘞，小姐啊，有那么一个下去了，我不想下去了。好，老伯伯，老伯伯，好，老伯伯好，嗯、太。啊，就鸡的啊，你手机的，45年生的，
属鸡的是吧？老婆婆，你想看什么？我想我的身体会怎么样？身体是吧？啊，老婆婆，我首先告诉你啊，你属鸡的是不是啊？是啊。我告诉你，这个鸡啊，走路啊，好像看不清楚，左晃右摇的。你从这个图腾上看，你有两个毛病。第一，你的眼睛很不好，对不对？对。第二，你的腿不好，因为这个鸡是瘸着腿的，也就是说你的腰和你的腿是站不直的，对不对？没声音了。对，我的脚是 A 型的，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因为我的眼睛啊，好像这一年来要看不到。看见了吗？为什么？为什么？接下来那个老婆婆好吧，老婆婆你讲对了，就是孽障。因为我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有过杀业，我不知道你钓过鱼没钓过鱼啊？有。准不准啊？哎，老婆婆，那些鱼都找你了，你知道吧？你的腰上腿这里，我看见那个鸡啊，有一根杆子撑住了。你知道这根杆子像什么样子吗？那是钓鱼竿呐、啊。有的救吗？哎，老婆婆好玩，有的救了。老婆婆，我告诉你，绝对有救。怎么救？老婆婆，你今天台长给你加持，我让你活得很长，好不好？啊！我告诉你，你每天念21遍大悲咒，一个月之后念49遍，你看看你会不会活得长？你的腰会每天有进步，而且台长要你念小房子，每天念1张，但是你第一波。讲是念49章，第一波之后说每一个波就是念7章怎么念下去。还有你要放生，老婆婆你还有一点钱，台长知道的。你把要放，我放生要放多少只小鸟啊？好像没有。人家鸟本来就没人吓大的，你放下来，你要放的就是被人家马上要杀掉的，拿到海鲜店去卖的，你听得懂吗？放小鸟不就要放鱼？没办法，老婆婆，老婆婆，你相信不相信啊？台长知道你有多少钱的。好了，他不想了，马上不想了。我告诉你，你拿出你的钱出来放生，我告诉你，你放鱼，好不好？啊，你放鱼，你跟我立个标准，你放1000条。啊，1000条。好，你不要买这么小的。大的。哎，要这么大。海的，海的还是淡水的？没关系，买海的放到海里，买淡的放到淡水湖里面去。好。做东西啊，哎，有时很乱，那个心。对，你听我讲啊，老婆婆，我告诉你说，你年轻的时候非常活泼，你非常活跃，而且你会做很多事情，你什么事情都难不住你的。台长说的对不对？对。而且我告诉你，你在家里绝对有权威的，家里的老婆什么孩子啊，都有点怕你的。但是你有时候不讲道理，对不对？对，现在不可以了。现在我们你压住了。现在不行了，他的女儿压住他了。明白了吗？啊，这就是不一样了。老婆婆，你要记住，
女儿压住你，实际上就是女儿还你债，还了差不多了。现在你还欠她了，过去你她是老欠你的，现在是你欠她的，你明白了吗？现在我欠她了。对了。有一个疑问，你请说。应该是龙的七十六年。属龙的七十六年，男的女的？女的。他的心里面好像有一种啊，好像灵这样的。血液里面。血液里面。是不是？你说的是什么？是好像有一些阴的阳嘛。哦，他说有东西在他啊，这个属龙的身上了。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啊。哎呀，不是东西啊！什么？老婆婆很好玩的，属龙的是吧？女的是吧？好，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老婆婆，你有没有一个兄弟啊？过世的，已经走掉了。这样啊？他在你这个属龙的女的身上。哦。这个兄弟过去你跟他两个人关系特别，你想起来了吧？你跟他两个人这样，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明白。现在知道了吗？知道知道。啊，有问题直接到澳大利亚来找我啊。喂，财长，还有一个，这个58岁的。58岁。啊，给他这个龙，人家老人家不容易，给他讲。58年的啊，就是你啊，58年4月1号啊，你看看你，哦，原来你们约好的，讲完了把那个把话筒给那个，58年的，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人呢，我告诉你，人挺好的，很善良的，但是你这个人呢，复仇心太大，就说人家对你好，你哎呀，你是对人家好的不得了，但是人家对你不好啊，你一定呦讲哦讲哦讲哦，不停的，你记得住吗？第二，你这个人能做生意，明白吗？但是还讲，我每次做生意都做不上去。到一般就掉下来，看见了吗？那台长没讲错啊，你会做生意，你做到一半掉下来，那就不管我什么事情，对不对啊？要记住，为什么做到一半，要人家说要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对不对？大家记住，我们做人要和气生财啊，有了人缘才会有同源，有了同源才能团圆，所以我们做生意就是做人，我们现在活在世界上就是做人，如果我们大家人做得好，菩萨都会高兴，我们走到哪里畅通无阻，大家说对不对？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我的身上啊还是有灵性？好，我刚才已经讲了，你身上这个灵性是你的，刚刚就是你爸爸是吧？我的朋友啊，你的朋友啊，那不是，搞错了。那刚刚58年，他是问的不是你的。我58年出事的就是我，但是我今天啊，他帮你问一个啊，但是我今天那重新看、啊，因为刚才是给他看的，我以为你女儿嘛，刚才那个就是你的呀。是。58年属什么的？属狗。好，你有两个小孩在你身上，明白了吗？我不要我讲了吧，两个小孩你必须每一个给他念21章他才会走，他一直让你身体不舒服，你最大的毛病就是说好的时候挺好，突然之间会发无名火，突然之间会很不开心，明白吗？但是我戴着眼睛我会看到颜色，一直看到颜色，有时可以看到透明，
看到东西啊，台长告诉你好吗？你看到的是灵界，灵界的东西。你第一波看到的是这么一点点东西。台长一样，我先看到是一个光环，一个蓝色、紫色，什么颜色都有的一团。然后慢慢的再往里边看，就像电脑点击一样的，你往里边越点，你越看的东西多。你呢，只能看到表面，你点不进去，所以你就不能看见这是什么灵性。而台长可以看到里面，所以我看得到灵性。你听得懂了吗？那但是他是一直看到颜色，一直看颜色在我的眼睛。阴气太重的人，他会看得到这些东西。女人生孩子的时候、生病的时候，还有当人要死的时候，他阳气不足的时候，他都能看见灵界的东西。明白了吗？明白。但是他讲我有两个小孩，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一分。但是你讲我两个小孩子从哪里来的？你妈妈如果打过胎的，会跑到你身上来。我妈妈没有打过胎。这是你不知道的。很多妈妈不愿意讲这种事情，台长碰得太多了。你回去跟他问问看，台长过去在开法会，在香港法会，我讲了多少人，他们说都不知道。结果回去一问妈妈，妈妈眼睛瞪得很大，说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你，你要记住，要么是你的，要么就是你妈妈的，你回去问清楚。但是这个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把你现在身上两个孩子要超度掉。如果你不超度掉，你继续会看到很多阴曹地府的东西，好不好？那但是我感觉到我的脚啊，好像你最好不要让我多看，因为多看我把你一生都会看到。因为那个东西很困扰我，有时候我会唱歌，有时会好像观世音菩萨弄的手术这样子的，是吧？还会讲话的。看见了吗？看见了吗？灵性啊，还要我讲吗？两个孩子在他身上穿来穿去，跑到他脚上，还会像讲话一样。你说大腿会讲话啊？这就是什么灵性。所以台长已经跟你讲了，你不要去找任何理由，你就跟我老老实实念小房子，好不好啊？要念几个面？哎，这就对了，好吧？一个小孩子，台长给你少一点，念十七章。十七章。哎，两个孩子念34章。哎，台长保证你会越来越好，不痛，你以后就会欢迎台长再来，好不好？明年我们能就是我现在家里有就是房子上有官司，明年能不能回家住？会什么？回家住，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你87年属什么的？兔。兔子是吧？啊，你这个官司啊，跟你的自己的直系亲属有关系，跟你的老公打的官司好像是。啊，没有。我看见前面有一个小动物，我一直在跟你很接近的，在嘴巴这里跟你顶来顶去的。官司就是吧。啊。就是租赁合同的官司。啊，我看啊，打的时间不长。对，一年。嗯。明年想回去住是吧？对。你是不是这房子出租过？对，现在正在出租呢。啊。嗯。有些麻烦，要到明年，大概正常的讲，要到明年2月份才能解决，2月份。如果你想快一点的话，你每天念礼佛大忏悔文。哦，多少遍？3遍，准提神咒念49遍，还有如意宝轮王陀罗尼，念27遍，还有念心经给对方。给对方就得。不，心经你念，念那个解结咒给对方。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化解我某某某和某某某的冤结。
好不好？哦，好，明白。然后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想换工作，啊，您看合适吗？换工作啊？嗯，没那么快，两三个月以后有机会。哦，好吧。好的。那您看我的健康上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因为老有不舒服的情况。嗯。不舒服了，你还有妇科病，明白吗？嗯，腰不好，肾脏也有问题，脖子也有酸痛，对不对啊？脖子比较明显，腰比较明显，讲了这么文雅的，嗯，好了。然后还有，我就问一下，我父亲是57年的鸡。就是他的事业怎么样，然后是就是他心脏不大，嗯，你看叫你爸爸少吃活海鲜就可以了，你爸爸应酬太多，明白了吗？我看他的肚子里啊全是，就是他的肚腩很大，我看他的图腾啊肚腩很大，他就比较四肢比较瘦，就肚子，看见了吧，四肢比较瘦就是个肚子，傻得不得了，好了好了，不能再问了，好吧，事业好，不能问了。事业，我告诉你，已经往下跑了，听得懂吗？过去很好，做官的。好了。嗯，赶紧就开始。啊。哎，我是71年的猪，请帮我看一下我在就是咽喉还有胸部。71年属猪的是吧？哦，咽喉、胸部、肠胃还有小腹。小腹不好，咽喉有灵性，咽喉念7章就可以了，好吧？好的。小腹部有个慢性病，长期的肠胃不舒服。肠胃不舒服。哎。还有乳房呢。什么？乳房。属什么？71年属猪的。左乳房有问题。嗯，对。鼓掌。嗯，好，念小房子吧。啊，多少？21章。21章。啊。要不要写部位还是就什么？要不要注明部位？不要。不要。就是说，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身体健康，好吧？肠胃那里要不要小房子？肠胃。肠胃没关系，7章就可以了。肠胃7章。好吧，你肠胃要注意保暖。哎，明白，就是很怕的肠胃。看见了吗？很怕的。一受凉。一受凉马上拉肚子，对，吃凉的东西也会拉肚子，吃凉的东西也会拉肚子，吃牛奶都会拉肚子，是是是，不能喝牛奶吃的太久了，烦人。我上次说有一个流产的孩子在小腹部，我念了21章，他有没有超过？走好了，走吧。哦，是他有托梦给我的，看见了吗？他托梦给他的小孩子，打他的孩子念掉都会托梦给他的，是念了21章。好，好了，不能再问。我想给我瞧一下经文。大悲咒我念的是大悲咒49遍，心经21遍，准提神咒49遍，礼佛大忏悔文5遍，解结咒49遍，消灾吉祥神咒49遍，往生咒49遍，大吉祥天女咒21遍，太要命了。念这么多经，是不是太多了？我也觉得太多了。太多了，要对症下药。身体不好，你要记住，要念大悲咒，增加自己的阳气。是。念心经是开拓自己的智慧。是。念准提神咒是让自己心想事成。是。念礼佛大忏悔文是把自己的孽障消掉，身体才会健康。是。念如意宝龙王陀罗尼，让你运程一直顺利。哦。可以啦，还要念往生咒，就是消掉你过去做吃的活的东西的孽障在你身上。好，解结咒要念吗？解结咒，如果你觉得没有人跟你冤结，就暂时不要念。哦，消灾吉祥神咒也。消灾吉祥神咒，你现在没有灾。嗯。你是不如意。不如意。明白了吗？哦，那个经我没有念过。啊，对啦，念念嘛就念过了。所以不如意。对啦，没念嘛不如意，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了。那这个您看看，你好。你一定要念清楚的，尊敬的卢台长，我刚刚听你说尊敬的牛台长。
太紧张了，也不能把驴念成牛啊，你索性念成驴的话嘛，还接近一点，叫驴台长。我是立春前出世的，七十五年。六几年出世的？七十五年的虎。七五年属老虎的。请台长帮我看看我身上有业障或灵性吗？七几年属老虎啊？七五年属老虎。想看什么？身上灵性是吧？业障。对，业障和灵性。我告诉你，你的业障都是在你的下腹部、肠胃、肚子、大腿。以后都要有问题，明白了吗？全身麻痹，我需要练小黄。看见了吗？全身麻痹。我告诉你啊，你要记住啊，你这个脊柱啊，就是这个腰部啊，就是这个腰部这个地方有第三节的地方啊，有点歪啊，有点歪啊，你去照照那个 X 光啊，照得出来这个地方有点歪，这个地方歪的话呢，就以后会产生有点腰椎间盘突出，会让你腰痛。明白吗？你坐了久了，站了久了，它这个地方都会有感觉的，明白吗？要怎么用念小房子还是要念？这个要念小房子。现在我看上去还是有一个灵性在，有一个小兔子，小兔子。你过去家里养过兔子吗？有。准不准啊？养过兔子，死掉了，灵性来找你啊。你养过的很爱他的话，他就会找你啊，明白了吗？要念多少张小房子？这个很简单，念七张足够了。七张足够啊，你会有所改善的，好不好？我想请您再想问我，念大悲咒和心经哪边呢？念大悲咒和什么？心经或者其他的经文所需要的，哪边？念大悲咒或者心经。啊，心经念二十一遍，大悲咒能够念十三遍，好不好？然后自己要念念观音灵感真言，因为你不念这个经的话，人家不念的，但是你要念，明白吗？因为你现在情况非常不好，往下走得很厉害，这个图腾往下坡路走得很厉害，你必须念这个经把它堵住。要念多少遍呢？每天念二十一遍。一遍。好吧，他们帮你记了，你用不着记，好吧？女儿，零七年的猪。零七年属猪的女儿，不能再看了啊！零七年属，你想看她什么？她的身体。属猪的是吧？对，很不听话。对，很不听话，身体呢稍微有点虚弱，就是经常会伤风感冒。对。嗯。我台长的很准确，她已经有一个哮喘病了。嗯。喉咙这个地方哮喘。对。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女孩啊，你好好培养她，有逆反心理啊，有反叛情绪啊。对，现在已经是了。请问她想要念什么经吗？赶快念心经给她。多少遍呢？每天念七遍心经给她，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女儿能够听话，能够开智慧。请问她有身上有灵性吗？有。多少的？你打胎的孩子啊。我没有打过胎，不过有可能避孕的时候会流掉。哎呀，流掉跟打胎不一样，打胎不就是流掉，流掉不就是打胎？明白了吗？好了，给他念小房子，念七张吧，好不好？好，谢谢。好了，台长。好了好了，不要了。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台长呢要休息了啊，谢谢大家，台长很爱你们。你们如果好好修台长，下次再来；你们不好好念经，台长下次就不来，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那么晚上还有时间跟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好好修，观世音菩萨慈悲你们，再见。解答会到此结束，如有任何问题，欢迎前往咨询处查询。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晚上
见面会再见。